你有几毛钱股份？你要单点责任，他也得有资格。你们两个太过分了！你们几个人，怎么还动上手了？这你们几个，怎么还动手了？你们两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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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
35了，是该学会优雅点了吧？你管呐！我不管你闹事儿啊！拜托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我是在替你打抱不平，好吗？哼，现在讲良心了，闹私奔的时候良心放哪去了？你，所以我说嘛，你们女人就是情绪动物，不动脑子，这东西是痛快。我话没说完呢。误解他们了，我误解我。闭嘴！现在是我在说，你不动脑子想想，我是总裁，如果我不认栽的话，谁能把黑锅扣死了？我们事后都摊牌了，这是个策略，懂吗？哼，你现在还替他们说上话了？是不是你脑子有问题吧？都几十年朋友了，谁会为这三一六翻脸呢？这么说吧。我不担责，那我们四个人就得一起担责。如果我一个人背黑锅，那即便我被撤了，这总裁的位子还是自己人坐着，不是老徐就刘总。这最终结局就是我们四个人还能在一块儿。不是原则上的事儿就无所谓是非了，重要是结果，懂吗？我不懂。像我们这样的年纪，做事情最关键的就是要舒心，怎么最舒心？就是自己朋友在一起，无所谓谁高谁低，只要长久的默契共事才最舒心，还不懂吗？高大上到这份上，不正常吧？所以对不起，以前你仰视我，在未来的日子，你还得仰视我。上车。给你三天时间收拾细软，这个公寓废弃了。我刚续交完房租，亏不亏啊？私奔的时候就不觉得亏哈？老朱，我警告你啊，裹挟华伟林私奔纯属是惊吓过度之后的错乱反应，你别没结没完。是没脸见你吗？给我戴上。这个在我这存了多久了？你逃一次，逃两次，逃三次，你没完没了了哈！如果今天你不老实给我戴上，我保证你永远见不着他。你还敢要我呀？你把我耗了这么久，我不要你要谁？你别那么凶嘛，顾小薇，你给我听着。那年你回来找我，说如果你输了，把你自己赔给我。那是当时。你给我戴上！我，你别凶了，人家都是老公帮忙戴的嘛。
变成了习惯，一个人的孤单，在没有你的夜晚泛滥。当爱变成了牵绊，一个人的勇敢，你是否会变得优柔寡断？为了爱付出，为了爱一直在等待，多想在你身边感受你的幸福，就这样我也一定会幸福。那幸福有多甜，那幸福有多遥远，那个人是否会就在我们的身边，是否只要转身就能够看见，属于我的幸福就在眼前。那幸福有多甜，那幸福有多遥远，你们个人是否会，你们都是串通好的呀，你们两个就不怕我继续待在公司捣乱呢？天塌下来老朱顶着，怕个鸟啊。哎，你看看刘总，他就会欺负我们家老朱。小薇啊，不管赔了赚了，我们都要习惯做个有钱人，只在钱上计算得失的，绝不是有钱人。华伟林，你怎么也跟着他们一起狼狈为奸呢？那天老朱给我打电话，我跟他说了一句至理名言：对待习惯性犯浑的女人，得动粗。华伟林，你怎么这样啊？我改变心意了。能够见证你们求婚，是件光荣的事。感受你的幸福，就这样我也一定会幸福。那幸福有多甜，那幸福有多遥远，那个人是否会就在我们的身边，是否只要转身就能够看见，属于我的幸福就在眼前。那幸福有多甜，那幸福有多遥远，那个人是否会就在我们的身边，我想去看四季交替的变换，看那幸福就在我眼前，你就在眼前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嘛。你这就是一悖论。顾小薇他们那样都能拨开云雾见月明，你还跟魏老师纠结什么呀？我们这是大是大非，跟人家不一样的。你就上纲上线吧。老实说，我上学的时候特别崇拜魏明，就因为他的一句话。瞎了你们的狗眼，老子是教授，不是政客。那颗真的是魅力四射，太有光芒了。现在他可以为了一点点仕途，所有的人格和魅力都没了。我觉得人可以向世俗，但我觉得不止这一种方式吧。他真的让我看不起。行，你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我也就不劝你了。你是对的，就是别忘了多跟魏老师沟通。这么多年朋友，我希望你们还有顾小薇和老朱都能好。谢谢。戴了老朱的戒指就是老朱的人了，不要有事没事就过来找我，好不好？有事儿，绝对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打算去欧洲旅行，一边走一边画，估计得花个一年半载。看我被招安了，你踏实了是吧？晚上黄老板在东八饭店摆现行犯，让我来请你跟老朱。那你打个电话就是了，还用你亲自跑腿啊？还有魏明跟沈宇。不知道他们两个现在情况怎么样，刚好借这个事儿过去看一看。
就知道不是专门为了我。6点钟，3号包间啊，别迟到。行行行，赶紧找魏明的沈宇去吧。你这不厚道啊。不准迟到啊！知道了，晚上见，拜拜。走吧，不要迟到啊！医生，情况是什么样的呢？华先生，诊断结果非常令人遗憾。您所患的是遗传性球后视神经炎，我们通常称它为莱博士病。莱博士病致病基因至今未明，因此现今的医学手段无法治愈。那会是怎么样呢？最终会失明。老天爷就跟你有仇是吧？他就不想让你好过。好不容易我甩出去了，他就拿个病来折腾你。我咒他被臭氧层憋死。再去趟别的医院，再做做复查。好，我陪你。老黄陪我就行了。我陪你。这没你的事儿。小薇。不管以后会怎样，我希望你陪的始终是老朱。我有我的人生轨迹，你有你们的，可以偶尔有点交集，但不能并轨。威廉，你知道我最烦的就是看清我自己。你想要我这样吗？还有，得告诉沈宇，就当我去旅行了。出国了，回头我会打电话告知他。时间久了，也就习惯了。真的把简女信送到纪委去了？对啊，
戴晓彤给我提供的转账凭证，120万一次性，痛痛快快就到账了。他聂伟明怎么挣的这笔钱？不应该好好查查吗？哎呦，小雨，你这不把人得罪老了？不是这么大事儿，你说你不跟家里商量一下，你就……我商量的结果就是扯皮，我现在没这精神头了。不是沈毅，你知道你浪费了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吗？这是破格提拔副教授，你不看看其他学院推荐的都是什么样的人才？啊，那不是38红旗手，就是在国际论坛上拿过大奖的人。你不占优势，我跟你说实话啊，如果不是我不松口，方校长不卖老脸的话，这根本没可能的。我丢机会，我没丢人格呀。我丢人格了？啊？好，我丢人格，你不用丢，这总行了吧？我这前前后后的忙活，我为了谁啊？啊，不就是为了你的人格吗？早知道你不要，我还忙活什么呀？这上蹿下跳的，华伟林，他还又下套又使诈的，他为了什么？你说？你就这么看吗？这么看待你的丈夫？不是，那我这前前后后我是为了谁呢？我是谁被冤枉了？是谁忍着委屈啊？我忍着委屈替你争取利益，到头来怎么我没人格了？我还跟你讲，我不是华伟林，我没有那么自由，我有大环境。哎，魏明，就事论事啊，你扯华伟林干嘛呀你啊？对不起，沈宇。都是我不好，我对不住你。我现在想明白了，只要我跟那个华为林比，我是比啥啥没脸，做啥啥不行。可我好歹我是你丈夫吧，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尊重，给我一点点的理解，行不行？心，咱们俩是有一个爱情的。喂，沈宇。雷林啊，我有一个旅行的计划，一边走一边画的那种，所以可能需要蛮长时间吧，跟你告个别。什么情况啊？把我单独约出来、啊？你们怎么了？夫唱妇不随呗，一贯如此，持之以恒。他哭得很伤心啊。我知道了。
于是英雄出现，兴师问罪，是吧？好啊，你这个时机选择的非常正确，是吧？都不用脚踩五色祥云就能完。哎，滚蛋！无猜吗？你为什么要放弃？为什么不坚持？整个我呢，备胎扶正，我无措。小花，你不知道。我跟沈宇结婚这么多年，就俩字儿，无措，导致的光环碎了，沉不住腰，情人基础不好，哄不了馅儿，就剩下无措了。魏院长。不怪你，不怪你，真的，不怪你，怪我自己，就怪我自己素质不过硬，我就成不了他心里那个人。消化耗时耗神，被迫粉碎掉很多复杂，这样谁也不用纠结了。方校长，我明天就把辞呈给您递过来。啊，都这种情况了，你又跟他起什么哄啊？我不是较劲，我是认真的。我不拼，那我就撕破脸呗。不是，你这是何苦的吗你？其实那天我想了挺多关于这件事儿前前后后。你说一开始我是担心沈宇在外边瞎闯备受伤害，后来翻盘了，我又站着在上风的位置上替他争取利益，可是没想到啊，我这一顿忙活到头来也没落个好。伤心吧，委屈吧，于是就鸡飞狗跳。可是反过来一想啊，你说这付出不落好，
到底是他没良心，还是我的问题呢？不，你这扯起来还有完吗？有完呢，是我的问题。整个事件啊，我一直在付出，那他不更在付出吗？所以我觉得根本就不要拿这个付出来讨价还价。我永远在说，我说我这么做我是为了你好，可是我真正听过，我去体会过他的心声吗？哎，我就争取的这些真的是他想要的吗？你说沈宇在外边啊，他瞎扑腾也好，他家外援也好，他其实他最想做的就是为我争回一个尊严，他就想为我争回一个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的人格，而这恰恰就是我忘了他。沈宇一直以来是非常非常珍视我的品质啊，可是我自己呢，我自己恰恰正在辱没他。你说我啊，我还怎么去成为他心里边那个人？你别说的那么严重吗？这还不严重吗？啊，忘记和刻意回避输赢的本质，我们只看到了输赢的利益。这儿，方校长，人生观、世界观啊，本来是一件直截了当的事儿吧，结果怎么搞得那么复杂？我们哪儿来的那么多的犹豫？为的什么？方校长啊，我觉得咱学校啊，它是个教书育人的地方，最不需要的就是复杂。因此我真是觉得我自己没资格当这个院长了，我辞职，简简单单的当个教授，简单了，我就可以多去听听他的心声。一直都是非卖品。我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是不能用利益来衡量的。谢谢。沈宇，我辞去了院长的职务。你有病啊？我就是想做回原来的那个。我们离婚吧。都说不要在同一个坑里栽跟头，看来我做不到。啊，沈宇，沈宇，如果我有错我改，要是我们之间有什么问题，我们沟通好吗？一直都是这样的。一年一年的，我们都在为对方努力做改变，努力地反省自己，想变得更好。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读懂对方。一张床上的两个人，总有距离无法跨越。两颗心，不在于谁好谁坏。还是一直在错位。
说了，逻辑无法完整，分开吧。干什么你们啊？干什么你们俩呀？还协议离婚，光荣吗？你们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教育工作者吗？我们俩就是为了避免在头脑发热的时候做决定，所以我们反复斟酌，仔细权衡。离婚不是结仇，我们两个也依然会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是家好，走吧。你提前出来，我没有告诉小薇。为什么？你不想跟我单独相处今天啊？哎呦，老徐，公司不有你跟刘总吗？行了，拜拜。小薇，婚庆公司我定了啊。怎么了？哎，顾雨辰，你来点儿。你说这美国老妈真是胆大哈，孩子说要跟同学去国外，她愣是敢放。顾雨辰，给你们两个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把厨房恢复原样。我们刚才玩一半呢，现在开始计时。谁也别拦着我！谁也别拦着我！谁也别拦着我！回去你啊！谁拦着我跟谁急！你冷静点儿，你！你们闹啊！你们闹，闹够了，再跟我要孩子来！就是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啊！你们俩不清醒，别害得我们老人和孩子受折腾。你们是文化人呀、啊？你们连自个儿家都弄不明白，还怎么有脸在别人面前说你们是文化人呢？你演讲比赛的作文就写这个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你这个题目涵盖面太大了，你小小年纪把握不了的。我的建议是换一个容易上手一点的题材，比如说我的家乡啊，我的理想啊。妈，你这都出的什么主意呢？弱爆了。你怎么不虚心呢？妈妈中文系毕业，在你这儿就弱爆了。与时俱进点吧，什么都往你那个朝代穿越，我又不想泡阿哥。你胡言乱语，你什么穿越什么阿哥，在你眼里妈妈就比僵尸还老吗？哎，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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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公共场合我俩我洗个车你吵成这样，你干嘛呀你？代沟太深没法沟通，不跟你们一起回家了，我自己走。哎珊珊，你给我站住，你干什么？你站住。哎，行，公共场合你注意点自己的素质，就等着他在演讲比赛丢人吧。这点年纪他知道什么叫爱？涵盖面大了他闹得明白吗？分门别类关系微妙他搞得清楚吗？别说他了，咱俩活到现在说得出个究竟吗？咱不是感情单一吗？沈宇和顾小薇不单一，你让他们说不把自己绕二胡了都新鲜。璇璇，璇璇，
你一直不让我告诉沈宇，但是到现在这种情况，我实在是不忍心隐瞒了。什么程度了 ？Level 是病的，治疗手段有限。来都来了，就直说吧。我快瞎了。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啊！别让我在病房里变瞎。我希望为我的双眼留下最后的颜色。我知道有个地方叫做彩虹湾，哎，你是真要带小花出去玩啊？除了这个，我还能为她做什么呢？你不会真这么想吗？哎，我们好像快离婚了吧？我有必要这样吗？不是，离婚离婚，你开口闭口就提离婚。嘿，我你离就离，谁怕谁呀？小薇，想去就去吧，帮小花完成心愿。别逗了，我们婚礼的日子都定好了，后延十二天也是吉日，我已经把延期的消息群发出去了。你没病吧？啊？要不去，我怕你会生病。居然跑得出来，你不是把魏明杀了吧？我离家出走不行啊，从来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，无良人妻。你是什么好货呀，见色起兴，婚礼都敢延期。那是我老公仗义，打人不打脸啊。哦 sorry。 黄白色、绿色、橙色，其实以前画风景画的时候，我总是会晃分，现在倒如意了，融成一片之后只剩下金色。在美术馆看到的为什么都是风景画啊？怎么不画人像了？因为我找不到比内饰更生动的人物了。过去的倒影又怎么可能再找得回来呢？我听谁说的，画风景画会比较简单一些。以前我在画风景画的时候，总是试图把梦境给描绘出来，但从未实现过，挺遗憾的。跟我一样，梦想成为美女教主，可一直被超越，从未被模仿。或许那些都是属于梦里的东西，
无法外化。报告长，我要请假。对，我就是要去跟踪申宇，我去抓他现行。